好漂亮。我手指抽筋了，回不来了，惨了。好可怕的东西哦。我们走一走就不冷了，那我抱你就不冷，好不好？我抱你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好，漂亮吗？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还是背后还是坏人？你跑一跑就不会冷，哇，好漂亮。草莓吗？要先吃饭的。我们是来吃饭的。对呀。干嘛？人超多的，宝宝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它里面有多漂亮啊！你看上面有整个。OK， 你自己走吧。哦，这个电扶梯有点快。哇，这手扶梯好快哦！你要说，请握紧扶手，请握紧扶手，站稳踏梯，站稳踏梯。哎呦，好可怕的东西哦！这是什么，宝宝？扭蛋墙很可怕啊！你帮我抓住妈妈，不要让妈妈千奇万怪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个地方是禁区啊，不要轻易带老婆来这里，很可怕。哇，你看这个画好美哦！你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？雨伞。然后你有看到很几个人？我看到几只雨伞。哇，这个也蛮美的。这个书是可以大家拿来看的，是吗？这种白板不会被人家坑吗？再讲一次。哇，糖果哎，你要不要坐坐看？你看你的衣服跟裤子跟那个椅子是一样的，好好笑哦。困在里面了，你也是糖果人吗？那你的鞋子要小心点。哎，那边有好多的人哦，哇，这个墙美哦，妈妈。其实我觉得书就是没有摆满才好看，对不对？来看清楚哦。OK， 成功。哎，这边好多棒棒糖。坐坐。Yes！ 我没有要吃，就是给你们吃，因为我不饿，或者说我吃饱了。这是卖天面，没有看过的品牌。然后排队排到满出来。然后这个是卖冰的，爵士冰城。然后这个是卖海南鸡饭。我们先找到吃的，那个有人了，应该都没有位置。你有肚子饿吗？对。你肚子饿吗？我看看。哦，肚子消下去了，饿了是不是？那你待会要认真吃哦，我们去找座位，好吧？晚餐要来。可以哈，比较难的哦，比呀，你做得到啊、哦？一样，好，再来哦，静静，哦，就一根手指头哦，你可以吗？你也可以，超难的哦，手指快要抽筋了哦，我手指要抽筋。小怪兽，我手指抽筋了，回不来了，惨了，坏掉了，我的手坏掉了。
小犀牛在草地上玩，玩得很开心。锤这个，锤用力点，对，用力，锤快，多锤几次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魔镜，啊，好难哦，好，那好，得分，哦，一分，再来。小子在玩什么的游戏？四分。哇！这么厉害！哇哈！哈！啊！没播放啊，是吗？哇，这个战术我看不懂啊！哇哈！哇！哈哈！来喽！哇！哈！哇！预备，加油！好，收到了！你没有，你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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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有时间的。哦，你蛮厉害的嘛，不愧是篮球大。哎，你，哎，你篮球大师哎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，哇，很难不进，因为后面很窄。什么星座？金牛。这个是牛吗？对呀，牛的像乳牛一样，有没有？你的那里，我的脚还起来呢。